歌手叶盛卿率先开唱，带来多首民众耳熟能详歌曲。接着登场的是今年入围金曲奖最佳男歌手的许书豪，实力派唱将佳佳压轴登场，带来经典歌曲，炒热现场气氛。苗栗海洋观光音乐季再度热闹登场，虽然晚会六点才开始，但下午的暖场活动成功吸引观众驻足，还有提供美食试吃活动，让晚会还没有正式开始就已经涌入满满人潮。今年宴礼都已经办完，第二场在这边通宵，下一场会在后龙，再下一场在竹南，我们都会把三线海线均衡的来发展，来做各种的艺文的活动。演唱会更特别穿插摸彩活动，抽出最大奖一金银幕送给现场观众。海洋观光音乐季接下来两个周六还会分别在后龙、维珍国中和竹南通宵渔港陆续展开，要继续用丰富内容和超强卡司阵容嗨翻整个暑假。记者苗栗综合报道。